拼了。特工没有机会打一个快速反击，给到底线谢亚轩。德古拉给球被识破，谢亚轩的超球二打一的快攻，自己来得分。哦哦哦，这边德古拉退防很快，我真的，我机会是创造的不错，谢亚轩过了大转身。来了一个反勾得手，夏春今天得分也上双。哦，这一球 ，Patrick Shu， 阿巴西抓到了这个篮板。前面多打扫快攻，给到谢亚轩，这个三分球投进，特工会超前。停手上来收球，重新回给到大房东。谢亚轩变换方向造成了布朗的犯规，准备上罚球线。八分。亚轩的第一罚罚是最小的林伟汉撞的，而且伟汉。哎，没有，他给到了大对角。夏轩大一步的出手有了，哇，这球难度相当的高，算是一个三分球。拦底下这边回应，红星啊，吴红星也是今年第一次加入，哇，马上这边马上要，而且德古拉在内线一直被大家伺候，对，而且现在退防速度也很慢啊。谢亚轩 K 圈数有了，谢亚轩在当。